小姑娘，我看你模样端正。大娘，你干嘛？哎呦，这屁股也翘。生辰八字不妨告诉我，看看跟我儿子八字合不合。大娘，我看我跟你儿子不合适。你再考虑考虑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的呀。不了。姑娘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。我愿意和你儿子成亲，现在就可以办婚礼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把空空丸作为聘礼，立马给我。这姑娘模样端正，屁股也翘，好，就是你了。我们马上把婚礼给办了，把红书给签了，我马上就把空空丸送到你面前。我要最贵的那颗，只要我儿子喜欢你，多贵的都成啊。我要八字了。八字都要一撇了，还要什么八字啊？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啊！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，我有儿媳妇了，儿子，快来，娘给你找了个好媳妇儿，赶紧过来看看啊！哎呦，我儿子胆小，以后啊，你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别怪他啊！哎呦，你愣在那干嘛呢？赶紧签红书啊！签了红书，咱们好去买聘礼呀！来，儿子，你不喜欢吗？签。说喜欢。我喜欢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赶紧签，快签呐！你媳妇比你都着急，你快签呐，快签呐啊！快来来来来来，来签签！哎呀，妈！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有儿媳妇了！哎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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